等待多年，李心怡终于在上个星期六带着自己的词品创作专辑《现在已经是以后》和粉丝见面，并且举办了个人首场签唱会。心情还是很激动，然后很开心，因为有很多朋友，就是非常的爱我，跟非常的鼓励我。看到很多在 Facebook 之前有交流过的一些朋友说，喜欢我的词，我的创作，然后今天都一次过我现身了，都让我看到他们的本尊。签唱会的主持人同时也是心仪同事的988 DJ 阿散，当然不放过这难得的机会，在台上调侃他一番。歌曲当你写的时候，有哪一首歌你写的时候是想着你的前男友的？每一首啊，每一首都一个前男友，哇，五个哈，五个轮流。我第一个，我开玩笑啦。李心怡把自己最动荡的生命故事都写在他的歌里。如果他的歌曲和故事也感动了你，那就到各大唱片行或网络订购他的专辑，给他多多支持一下啦。